你叫妈妈快回来。妈妈去美国了，要很久以后才会回来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，哥，你干嘛这样让人这么不自在？哎呀，你们两个在吵什么？哦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好像开始阵痛了。什么？他现在最需要人照顾呢，你儿子一定经常找你吧？不可以叫妈妈从美国回来吗？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中天娱乐台，我也是妈妈。